来，搁较近一丝啊，搁较近一丝啊，已经挖边。惊险的救援救命，这是发生在十六号下晡，六个乡一名男子为着要捡回收玻璃山卡的意外。大概有80米的一个深度，真的是非常危险。因为是下面探到那些溪谷啊，真的是非常危险。所以你家忙唔忙工？咱来会当甲护栏做好些了吼，我相信来遮游客嘛好，也是车辆拢会较安全。今日南投县议员柯素霞，对邀请政府干部处以及警察局来到现场实地会勘。今日咱受到咱在地吼，咱的村长以及咱遮所有乡亲的一个要求吼，所以今日特别拜托咱县府来到现场来做一个会勘吼。很主席，会当看出讲，遮的护栏已经年久失修啊，尤其是这乡亲的这个所在，咱跌落这个所在完全也没有护栏，所以伫遮嘛要求咱南投县政府吼，我们的那个公务处今天来到现场嘛，唔嘛讲，他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护栏重新再做一个施设。小坡地乌地形瀑布，刷伫二三亚道路2公里外的所在，防滑已经相当的牢固，而且大约5公尺的防滑工程煞无施作。当初才有民众无设置着玻璃80公尺深的山坑，为着防止意外再度发生，就希望会当重新施作，并抓紧时间。这是非常老旧的一些护栏哈，它的一个高度跟它的一个安全度都已经不足了，所以你家嘛拜托讲啊，我们如果可以的话，赶快来做一个维修的工程的话，我相信来咱家所有农民家出去蛮不喜欢这。再者，这边都是咱的德兴瀑布。游客也是非常多，所以你讲嘛，希望说县府可以尽快提出我们的一些经费，赶快来做一个施设的话，我相信对家来往的车辆，以及来往的一些民众有更加的一个安全的保障。在这条道路出入的农民相当的多，而且前往地形瀑布参观的游客也不少，若是无注意就会跌落山卡。地方居民就希望防滑工程会当赶紧进行施工，以防更快的代志再次发生。记者王祖如，彰化报道。